换他，换他一个是120。嗯。然后呢，他礼拜一送，礼拜五一大早他要到我家去，他是花莲人嘛。嗯。他就哎呀同学啊，我的罐塔在哪里？嗯。昨天吃完了。240罐，光宵夜的你吃完。都是那个吗？秘鲁吗？不是不是。秘鲁啊。饮料啊。不是饮料，不是。桂梅的。一罐花生，花生什么什么面筋，就是那些。4天是吧？4天哦，你要是那一个全部都是碧尔的，碧尔的那个的话，大概一天就完了。没有，几个小时就完了。是喝威士忌加米酒，喝了100多箱的。100多箱，我本来我说我是跟我讲，我在筹备推动，我说原住民的恶习全部要改。嗯，因为都是我在花钱的，啊啊，多少年卖，我今年是快多少，七八十岁的，买不了，麻烦，不容易。啊啊啊！我买了3箱，第二天就没有了。啊，这补货，最后我再算，100多箱，107箱，108箱。那别人呢？别人他们也就是，那别人是没有放那么久。哎，去大概三五天就去，那因为。他等他妹妹去日本，然后开始瘦，所以就是。然后让我妹妹开刀。哦，从邻居过来。不是，大家都知道我跟李市长认识了。李市长，李市长，哇，那个挺哦，李市长在后面挺，一定。哦，那你他为什么的？翁奶奶。翁奶奶啊。哦，真的呢，办喜事，哎，锅子永远在炒，24小时。那这叫我这样呢？啊，你们那个村庄那，你们那一个乡下的村庄，整个乡都来了、哦。哎，对、哦、那里也不简单嘞。对啊，就是不是只有那个村，整个乡，隔壁村的。别喜欢的啊，平均都是超过400。嗯，早上、中午、晚餐、宵夜。没吃饭。通知一个。本身想回家嘞。是，会通知一个，他有吃。想要太太正经难见，哪边弄的？嗯，帮你弄一些哪个？我奶油一点给你。这个，不过我想你妈妈会很快乐。你妈已经在那里，哎，全乡来了。本来隔壁乡也有。哎，花莲县，我们本来又要来，我们上个月我跟他讲，我们就讲，9月20号，这个日子，啊，不会忘记，对不对？说要来，结果呢，我妈妈18号，我就传简讯给校长，那我们再要办喜事了，搭台，我搭那个架子呢，20桌永远摆在那边，20桌。已经到过了，很多到那里。嗯，回去的时候。也不简单啊，也是很，人家还愿意来，不简单。他们那里什么还愿意来？求之不得，要吃不得。我就跟你讲，那个年轻的三四十岁吧。什么时候还有？对呀、啊，我说哎，谢谢你跟我讲谢谢，我在那边猜一猜。嗯，谢谢你好过瘾，什么时候还有？妈该我那个男的要给。讲的了，我们张博士快笑出来了。好走吗？好走吗？啊，好走了哈。他教不能做2个礼拜。哦，他做还行，那个多外话，我跟我妈妈讲，差不多1个礼拜说你先走，我们什么事情我来处理，你怎么走？我把什么钱箱啊？隔壁巷有一个老太太，90几岁，拿个棍子。要跑一个年轻人，就是那个村委。哇，你还没死啊？那个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老辈吧，说我等你一起走。我等你一起走。他说他要走的时候，他的东西都在已经在车上，他很轻松，不要再背东西了。会很乐观，那民族性很高。哎，对对，民族性。他很乐观呐、啊，我朋友是这样啊，也是9月还10月。九月多办那个丧事，他们也是很高兴的。不是，是爸爸还是爸爸？也是很高兴。乐观是一样，没有讲不好听是，没什么心机啊，对不对？
礼貌。他说很像在办喜事这样，他都不会怕，他说丧事都不会怕。来，他们就埋在。哎，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吗？比如说有你们教堂。教堂是认识，他们有时候天主教，有时候基督教，有的天主教，有的基督教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，就是因为祈祷早上的，晚上要祈祷完，另外那个狼吃宵夜，那个大的那个什么锅子，有稀饭两罐不够，就叫了三罐，上三桶。哦，好热，真的好热闹。罐头这个一天就是个宵夜而已，60块。是吧？不是你姐喝的，他还是大方的呢。我家我土的，我家我土的，你问吗？什么发财？我跑路了，所以跑到这种地方。你看，我就跟我兄弟姐妹讲，我说我很辛苦，到时候看不到我就跟他们太太讲，你要看不到我，看跑路了。说理事长来说，他有使命感。说理事长，你为什么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里享福这样享受？他说他有使命感，他出来就是新生命的开始，一段一段的新生命这样。这样有没有对？说你看理事长都这么年轻，他每天都战斗力活力十足，他有鼓舞人群。买你地方先做这个，先做。有服务人情的，真的很重要。安尼有条件。我跟进了啊。嗯。我跟进。我们是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做事都是把关里面，包装里面。我为什么不敢来？因为我怕你们跟阿优是一样的。我说一小开门别叫书，我在教你教你。一小开门别叫书，跟不上吗？啊，你们追得太快了。这一次我们来讲，每天都有客人来，有需要就画花莲文化，有需要就画。哎，不要拜了。没有啦。我现在美丽华，每个礼拜五六日户外。美丽华，哎，所以常常有人跟我拜，我说啊，拜要到三太子，不要拜我，真的呢，还会，哎呦，都没有，拜三太子，哎，你今年一生，我讲不明白，你只会在公园三太子一次，啊，三太子现在很好，对，到国外去，国外。
伊拿萨克斯风跟结合三太子的嘿，我本来要结合、啊。如果结合的话，那个谁啊，那个虞美人啦、啊嗯，跟那个什么华啊，对，王彩华，王彩华他们，如果说你结合一次，搞不好真的就红了。应该可以，我觉得 OK 哎、欸，突然。OK， 我就叫两个三太子帮我办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他有做。三太子的那个。三太子那晚都有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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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是。你这个就把台湾的那个，像你看台湾，大家如果知道都是台湾的这条歌。高山青啊。高山青这条歌。哎，我就是要出这个最近。他准备听高山青。因为他一直在讲说，他刚刚在讲说他每一年，他在讲三太子，为什么？你刚刚是原住民的歌曲跟三太子的，没有，你可以主曲，然后三太子两个或一个都 OK， 两个在那里，两个比较好，因为那边放的就好。你看那个三太子那个，我们南部网站有吗？啊、他去那个非南非啊，去阿根廷啊，那个是这边的那个酒店，三太子那个名菜我看起来，不是，没有你创新一下，你说两尊三太子，对，那我是准备去的，这里来过了，我想到钓鱼台，你俩才进吧，对不对？三太子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在户外，嗯，就好。要拍 MTV 的，要拍 MTV 的，在那边。你要跟着。OK， 反正一次不。你跟这个时代的变化，对，因为现在三太子红的。因为我觉得他真的。不是你，他真的就是三太子的那个。你我是两，不是，我要听你一句话。本来要我就已经准备好那些钱了，准备去录，要录一张很贵的。要怎样？要录一张 CD， 就是那个，我就是要弄的，要不那么一百多万呢？结果妈妈就是吃完了，被严重的吃完，活动呢，一块吃完就不录了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不录了。伊那个配人做那点点那样。对啊，就是很会吼。一哈爱。爱配跳。而且他真的就很适合上台。哎，我有点长高。你不用长高，你心高就好。刚才重要，对，教授写的教案呢。对啊，哦，他有智慧的。哦。突然就有那种念头。哦，这个电脑荧幕很大。拿出来电视。60寸的电视。对。红海60寸的电视都说要卖40000多块，要出来。好厉害。60寸，40000多块，那我要赚一年的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为什么在笑我呢？你还准备笑我呢？笑你的冷笑话。那叫笑冷笑话吗？冷笑话，我们都有。真的，试试看，如果有一次跟三太子，我那能尊重对方。你把它想一下。我觉得很 OK。把它创了。三太子 ，OK 喽。三太子。哇哈哈！哇，这个我在这里看，在这里看。在这里说。对呀。就是因为我一挂三太子嘛。因为正房在正上。咱底下条。我来一黄路，三路地吧。青云岭，三太子。你刚来一家，那个老一种跳山的，嘿啊，你讲老一跳的啊，你老一跳三太子。没有啊。昨天在我们这大步山楼子。是一些的，要以前找大家讲，都是一些的，是辍学生，然后就把他对。
的。我总觉得跟汪汪有仇。啊？而且那个教学生就是有钱的，有钱给多生。他给他吃啊，他给他集合教育，然后训练。有钱的，那教师多少都五千多块。当然了，那是接一个。上班去吃饭。花不便宜。哎，现在不也能在附近吗？在巴西。巴西的。